Chubby?那家多好，你家多热风嘛？家，你是要我底下见面？不是啦，我的朋友一家拄好拄到小兵啦。安尼就好啦，因为我多好嘛有代志，想要单动用小兵。小兵，我想要邀请你去学校的红酒趴，因为我知影迄天你伫学校社团冇课，你做位来吧。红酒趴，我嘛是惠州大扫工的主干事之一，我当然会去啊。真是嘞，安尼真好。对啦，安尼你即马敢有闲，可以请我食饭无？啊？是安怎叫我请你食饭啊？你问我有闲无？我叫是讲你要请我食饭咧。我顶边有请你食牛排，那安尼你是不是应该礼尚往来些？顶边你请我食饭，那是因为你无法度回答我的问题。好啊，假使你即马会当回答我另外一个问题，我就请你食饭。什么问题？九九乘法表十一背到十九，十一背到十九，还挺简单啊。十一十一一百二十一，十一十二一百三十二，十一十三一百四十三，十一十四一百五十四，十一十五一百六十五，十一十六一百七十六，十一十七一百八十。361，你真正有在背啊？好啦，我哪有可能背起来？我是用心算的。哪有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算出来？对啊，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心算公式啦。首先呢，你要把背乘数还有乘数的个位数加起来，比如说13+2=15。接着呢，再把背乘数的个位数三乘以乘数的个位数二，也就是3×2=6。最后呢，再把第一步的答案乘以10，再加上第二步的答案，这样就是啦，也就是150+6，就是156。那照这个公式继续算了以后，真紧就当算到19×19。以前我听过这算法的，啊，不过乘以算较紧的。我就没看过。这只是哦一个很简单的心算公式啦。我的想法一定是小兵跳过去放水。安尼，你已经想好要请我吃啥？好啊，我请你吃饭。朱二公，你要做一起吗？唔免啦，我朋友要来了，你去吃就好。独家公熊这位要吹打，我去买饮料，吹灯来。叶子，原来你有的人是叶剑英哦。小兵，阿你嘛伫个家哦，咱敢要做伙去试食？无啦，伊个朋友约我啦。小兵，你先来走。一直行。好。是会有龙岛的大美女，这位风格的社会，怎样是要去送死？小兵，我嘛要你矿泉水呢，你要啉无？大侠。啊，对啦。那杜家跟杜瑞峰离开夜早起呢？你跟我学赛？不熟啊，现在是。哦，无啦，我看恁这位开讲想讲恁大家拢有学赛，无什么特别的代志啦。行，来吃饭。好。